我今年4岁了，我叫猫咪喵，今天是我和我妈妈来的。哇、啊、猫咪，我认识你，你去年来过。对，我和我爸都姓高。那你妈妈姓什么？雪、啊、那我猜一下，你爷爷姓高。高嘉印，对不对？你猜出来了。你我猜出来了吧？猜出来了。哎，我再猜一个，你外公姓田。你一猜就猜对了。那你猜我姥姥叫啥？你那你又来了，你来干嘛来了？我想你们了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你又哪儿想的？我在我心里想的呀。你的心在这儿啊，你的心都到嗓子眼上了。那你想谁最多？你能别勾引人行吗？刘一伟叔叔，你能有点自信吗？啊，很自信啊。我也知道啊。我，你想他什么？我想念你的好。想念你的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想。没有理由哦，这个境界很高了。对呀、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想朱丹阿姨呢？对啊，因为朱丹阿姨太漂亮了，对吧？很时尚。哦，小朋友，你赢了。那个叔叔呢？你有见过他吗？我见过他2次，3岁见了一次，然后4岁又见了一次。这还是三。这还是三。你确定你那个高叔叔你见过？我在家女儿女上看的。哦。对。那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啊？今天是演胡巴。什么东西？胡巴。捉妖记的萝卜。小萝卜、真的、请老师们让我准备一下。好。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，他们来自一个神秘的世界，我们都叫他们巫巴。呆萌的身体，酷酷的肚皮，好像我有太多的秘密。你好，巫巴。小妖，救命啊！你听话，别跑了啊！你是捉妖师，我是妖，我不跑，我傻。走。动手之前能唱首歌吗？事儿多，唱吧。我真的好想再活500年。你真的是我见过妖里唱歌最难听的一个了。那我唱歌这么难听，你就放开我吧，捉妖师。放开你？你可是小妖王胡巴呀。你弄错了吧，我不是胡巴，我是胡拉。胡拉？你爸爸怎么给取这么一个名字呀？因为我爸打麻将从来也没胡过。就光我的意，就给我起这个名字。糊了。抓你回去也能卖不少钱呢，跟我走。不要不要，胡巴胡巴胡巴。你去干什么呢？卖萌啊。不买。你少来这套啊。刘一伟叔叔，是你让我来这儿的，快点救救我呀！我是胡七。
他也是妖吗？对呀、啊，他有点像土豆，所以他是土豆妖。待了那么久才发现，我是土豆妖。土豆妖，快坐下，要不然猪妖是把你捉回去。那旁边的高亚麟叔叔也是妖吗？当然是啊。高亚麟夫妇和他山东人爱吃大葱，所以他是大葱妖。有那么细吗？我是土豆妖，他大葱妖。对呀、啊。那朱丹姐姐这么漂亮，一定会也是妖吧？当然是啦。她什么妖？朱丹姐姐最漂亮了，所以她是小蛮妖。这才叫蛮妖。你说这三种妖啊，我一个都没有听过，肯定不厉害。他们的妖名你肯定没听过，可是他们的外号你一定听过。你说说我听听。姚一磊夫妇爱打麻将，所以他的妖名叫妖姬。高亚麟夫妇笑起来萌萌哒，所以他就叫妖果。朱丹姐最亮，所以他就叫妖花。妖花。他叫什么呢？你是妖花脸。明白了。朱丹姐姐这个形容的不错。你是妖怪。我是妖果。妖果。反正我们俩也没好哪儿去，一个妖花一个妖果。原来是妖中三侠。胡拉，你敢拉他们下来跟我比试比试吗？敢啊。去。有一位叔叔跟上去去打败他吧，求求你了。好。还有高亚麟叔叔，还有朱丹姐姐，他们能牵你的手，为什么我不能牵呢？能牵我的手。因为我们两只手啊。我的小蛮腰四个一起上，我也能赢。我教你们一个咒语，你跟着我一念，咱们就赢了， 好不好？好。还有特别的天上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能不能配合我唱？还有我叫上来的这几位评委吗？能。要，亲亲呐，这苹果再来一套。我说土豆，你说要土豆。土豆。土豆。我说大葱，你说要大葱。大葱。我说小蛮，你说要小蛮。小蛮。现场这么多人帮你呀、啊，还好高博不是妖啊。是吗？他是什么妖？高博叔叔长得老，所以他是黑山老妖。啊！全是你的人啊！哦，我怕了，我不抓你了，我跑了。耶！耶！胜利！被击杀！高博叔叔！哎呀！黑山老妖也来了。黑山老妖，我这不招不惹的在后面，我听见一声黑山老妖。你妈妈就这么一个小机灵豆，怎么教他平时？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去做什么，然后我一直把猫咪当作我的好朋友、好闺蜜。可能正是因为我这种不给猫咪压力的这种方法，然后让猫咪变得更加懂事、贴心、开朗。那他犯错误难道也没事吗？犯错误我会让他自己想，说你到底是做对了还做错了。从来没教训过他？教训过。最严重的一次是罚站。也不是罚跪，是罚站。他罚不了跪。因为跪是爸爸的事儿。对。对，因为跪是爸爸的事儿。因为跪是爸爸的事儿，不是妈妈的事儿。打分喽！你觉得你刚才表现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就刚那个妖精演的怎么样？三
个妖怪，你们演的都挺好的。啊，都挺好的，都挺好的。我跟他关系比较好，我给你摁绿灯。啊，谢谢。你是喜欢红灯还是绿灯啊？我喜欢绿灯。那如果叔叔给红灯了怎么办？你是根葱，跟红没关系。大葱呀。就我除了白就是绿的。对呀。看在我们是一伙的这个份上，大葱腰也给你一个绿灯吧。你今天给了我小蛮腰，你真是太贴合我最近的需求了，加油。很感谢家庭熊猫大赛给猫咪一个珍贵的礼物，让我们一起见证猫咪的成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今年4岁了，我叫猫咪喵，今天是我和我妈妈来的。哇，猫咪，我认识你，你去年来过。对，我和我爸都姓高。那你妈妈姓什么？雪。那我猜一下，你爷爷姓高。高嘉印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猜出来了。你我猜出来了吧？猜出来了。哎，我再猜一个，你外公姓田。你一猜就猜对了。那你猜我姥姥叫啥？你那你又来了，你来干嘛来了？我想你们了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你又哪儿想的？我在我心里想的呀。你的心在这儿啊，你的心都到嗓子眼上了。那你想谁最多？你能别勾引人行吗？刘一伟叔叔，你能有点自信吗？啊，很自信啊。我也知道啊。你想他什么？我想念你。还有高雅莹叔叔，还有朱丹姐姐，他们能牵你的手，为什么我不能牵呢？能牵我的手啊。我的小蛮腰，四个一起上我也能赢。我教你们一个咒语，你跟着我一念，咱们就赢了。 好不好？好。还有特别的天上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能不能配合我唱？还有我叫上来的这几位评委吗？能。要要亲亲呐，这苹果再来一套，我说土豆你说要土豆。土豆。土豆。我说大葱你说要大葱。大葱。我说小蛮你说要小蛮。小蛮。现场这么多人帮你呀、还好高博不是妖啊。是吗？他是什么妖？高博叔叔长得老，所以他是黑山老妖。啊，全是你的人啊。哦，我怕了，我不抓你了，我跑了。耶耶，胜利。谢谢高博叔叔。哎呀，黑山老妖也来了。黑山老妖，我这不招不惹的，在后面我听见一声黑山老妖。这妈妈就这么一个小机灵豆，怎么教她平时？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去做什么，然后我一直把猫咪当作我的好朋友、好闺蜜。可能正是因为我这种不给猫咪压力的这种，听话，别跑了啊！你是捉妖师，我是妖，我不跑，我傻。走。动手之前能唱首歌吗？事儿多，唱吧。我真的好想再活500年。
你真的是我见过腰里唱歌最难听的一个了。那我唱歌这么难听，你就放开我吧，罗老师。放开你？你可是小妖王胡巴呀。你弄错了吧，我不是胡巴，我是胡拉。胡拉？你爸怎么取这么一个名字呀？因为我爸打麻将从来也没胡过。就光我的意就给我起这个名字。胡了。抓你回去也能卖不少钱呢，跟我走。嗯，不要不要，胡巴胡巴胡巴，你去干什么呢？卖萌啊。不买。嗯嗯，你少来这套啊。刘一美叔叔，是你让我来这儿的，快点救救我呀。我是胡七。他也是妖吗？对呀、啊，他有点像土豆，所以他是土豆妖。待了那么久才发现，我是土豆妖。土豆妖，快坐下。你的好，想念你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想。没有理由哦，这个境界很高了。对呀、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想朱丹阿姨呢？对啊，因为朱丹阿姨太漂亮了，对吧？很时尚。哦，这小朋友，你赢了。那个叔叔呢？你有见过他吗？我见过他两次，三岁见了一次，然后四岁又见了一次。这还是三。这还是三。你确定你那个高叔叔你见过？我在家女儿女上看的。哦。对。麦克，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啊？今天就是演胡巴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胡巴。胡巴。捉妖记的萝卜。小萝卜。哦、真的、啊。请老师们让我准备一下。好。好。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，他们来自一个神秘的世界，我们都叫他们巫巴。呆萌的身体，酷酷的肚皮，好像我有太多的秘密。你好，巫巴。小妖，救命啊！要不然朱老师把你捉回去。那旁边的高亚麟叔叔也是妖吗？当然是啊。他是妖。高亚麟叔叔，他山东人，爱吃大葱，所以他是大葱妖。有那么细吗？我是土豆妖，他大葱妖。对呀、啊。哎哎，那朱丹姐姐这么漂亮，一定会也是妖吧？当然是啦。她什么妖？朱丹姐姐最漂亮了，所以她是小蛮妖。这才叫蛮妖。你说这三种妖啊，我一个都没有听过，肯定不厉害。他们的妖名你肯定没听过，可是他们的外号你一定听过。你说说我听听。姚一伟叔叔爱打麻将，所以他的妖名叫妖姬。高亚云叔叔笑起来萌萌哒，所以他就叫妖果。朱丹姐最亮，所以他就叫妖花。妖花。他叫什么来着？你是妖花脸。明白了。朱丹姐姐这个形容的不错。你是妖怪。我是妖果。妖果。反正我们俩也没好哪儿去，一个妖花一个妖果。原来是妖中三侠。胡拉，你敢拉他们下来跟我比试比试吗？敢啊。去。
有一位叔叔跟上去去打败他吧，求求你了。好，